佢以后就系你新主人，佢都系一个卧底，佢都好孤独，你要多啲陪佢。你问我以后点，我会做我应该做嘅嘢。攞奖之后，以后就要努力啲啊！知道，其实我得到呢个奖都系全靠两个人，一个就系我师傅 Laughing Sir， 另外嗰个就系 Madam Jo。可惜 Madam Jo Laughing Sir 去咗边咧？今日佢有份攞奖啊嘛，都唔嚟嘅。可能因为 Madam Jo 唔喺度，惊触景伤情啩。喂，我记得嗰日拘捕阿何子良之后。CIB 已經即刻採取行動，拉阿跛佢同埋其他人，但係點知個個都先一步走甩咗，似乎係有人及時通知佢哋。會唔會佢哋就係攞只戒指我嚟做通訊？点啊？回心转意，谂住同我合作，俾翻啲戒指我。你知唔知你只手而家揸住几多钱？系义泰会3亿美金 cash。我知，啲戒指有银行户口密码啊嘛。几聪明？讲，想要几多？你想要翻啲戒指？我俾你。苏星鹏，我只系想要你条命啫。嚟啊！你一个唔杀你嘅理由。以后两兄弟拍住相，你做翻老本，做我卧底，顺便打把油水，以后赚几多，两份分。快啲啊！你唔好想做坐管嘅咩？我做咪即系你做，最多以后你话晒事啦，得未啊？你仲想点啊？
系等个天决定，公你就冇事，字你就要死。玩嘢啊！拍住相，我老婆因为你而死，你条女因为我而死，打当扯平无数，粉笔字抹晒佢。阿炳，你要好好地生活咯。法官閣下，我當事人梁少棠決定選擇自辯，並宣告解除我作為佢代表律師嘅職務。被告，你係咪選擇自辯？係。本席有必要提醒你，謀殺罪自辯係好罕見，你將會面對好複雜嘅司法程序。如果你罪名成立，將會依例判你終身監禁。法官閣下，我明白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